看到吗？看傻了。今天呢，要带我们家的宝宝去看飞机。飞机，咻咻咻，咻咻咻，出发，出发，出发。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你要害羞了。现在糗了，完全没有发现松山机场的观景台现在是暂停开放的，特地来到了松山机场，想要带我们家宝宝看飞机，结果没有开放，我们可能去找一下附近吧。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飞机箱吗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、欸？小心小心，我们要上去。我们的妈妈找一下。啊，找到梯。小孩爱走楼梯哦。来，现在改变目标，我们先逛机场一下，等一下呢再去飞机箱那边看飞机。这边有花呀，树摸摸。飞机在哪？飞机啊，要看飞机啊？要看。飞机在哪？在这啊。会飞，等一下会出现。哦，飞了！啊，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啊，太远了！你有看到吗？看傻了！你有看到白白的吗？啊？有，应该有看到，他在盯着看。来看飞机呀、啊！要看飞机呀、啊！那你还要玩那个 Coco Bee 吗？还要一直在那边Coco Bee。你有要吃东西吗？好啊，吃个东西再去好了。你就是在玩的。饱了。好嘞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飞机巷这边，现在刚好有一架飞机正要降落，就在前面。然后呢，等一下路上我们宝宝看到飞机的真实反应，在前面，那边飞机。飞机，爸爸说，爸爸啊，怕，你怕飞机啊？爸爸，会怕，太近了，太近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出去外面那边，我们去那边顶楼看，我们不要在这边看，这边宝剑怕怕，对不对？爸爸，哦，你讲，他学你讲。好，我们这个看飞机的行程结束，因为我们家宝宝会怕，他一直说怕，你有怕怕吗？怕哦，不然就带他回去啦。那个，等一下那个果菜市场。爸爸。那个，对啊，养的很大，嗯，太近了。飞机在哪？飞机呀、啊，我远远的看，对啊，远远看说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很有精神哦，我又想爷爷了啊，有没有想爷爷？对，有没有想奶奶？那你要不要去？你要不要去住一天？妈妈，我带你的衣服哦。那边飞机来了。安全降落，不容易的事情。要抱抱，抱抱。要我。抱抱。啊，飞机啊。不要。
啊，不要，声音太尖锐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长龙航空啊，声音太大声，是不是？他阿发对，小朋友听到？不要。看飞机好玩吗？嗯，电梯哟，电梯呀、啊，我们在搭电梯呀、啊。还要再看飞机吗？还要。还要哦。